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特别是在六四的前夕，我来做这个讲座，心情也特别沉重。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很深的伤口，但是在六四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了神借助这件事情也引领我们更加认识他。如果没有六四，我想也就没有守望教会，也没有我们海外的所谓信主的热潮，也没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归信耶稣基督。因为六四当中不但让我们知道了过去我们偶像崇拜里面专制的残暴的一面，也看到了我们作为所谓的知识的精英自身的罪性，也知道中国的路不是靠知识分子靠精英的力量，不是靠人能够真的在这个世上在能够恢复世上的所谓的公义平等和自由的。所以我们归向了主。今天在22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也特别的来谈我们怎样来归向主的事，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信仰与文化讲座，容我的百姓去，守望信仰自由之路。我们中华民族所遇到的一切的苦难和悲剧，总的源头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他。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五个方面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方面是说，因为大家也知道今天这个讲座是从解经出发的，但是它紧紧地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的实际，这个就是震惊中外的守望教会事件。守望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事件激起回响，我会用一点时间来简单的描述到底守望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是怎样有产生了怎样的回响。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方面，我就要解释一下为何独独守望事件，请注意家庭教会的逼迫是一项的，为何独独守望教会事件引起了空前举世的关切，这个范围和深度可能我们一般人还不太清楚。然后第三个方面，这就是我的今天要讲解的重点，从圣经看守望教会的征战。从圣经看，我们是基督徒，这件事情上面神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要我们领受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然后我们要认识守望教会事件，然后我们就要联系我们自己在海外的在北美的教会，围绕着守望这件事情中我们如何面对，这是我们神借着这件事情对我们在信仰的神学性文化性以及是我们的生命性的一种挑战，它在哪几个方面表达出来的，我们在这方面要看。最后呢，我希望是一个祷告来结束。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建立你的教会，这就是我今天这次的信仰讲座的一个内容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北京守望教会遭受了怎样的逼迫呢？我在这里讲到北京守望教会的时候，要讲北京守望教会是我们特别是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是不陌生的，因为有两位长老是来到信友堂，其中一位还是在信友堂认识主的受的洗的。神把我们和守望教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守望教会是发展最快的新兴的城市教会的代表，他们从2005年开始整合起来走出来成为一群，然后迅速的他们2006年就希望向政府申请独立的注册，满怀善意，他们希望能够走到公共的空间中去。可是就是他们要走到公共的空间，这个公共的空间他们最大的逼迫的面临就是他们的想在公共空间得到一个聚会的场所，这是任何教会做主日敬拜的一个必备的条件，这是一个卑微的请求，就需要有个公共场所。但是就为了这公共场所事情上面，他们就遭受了极大的逼迫。最早的时候
他们是借着2008年奥运会整顿的时候，整顿秩序的时候，啊，一群公安冲进去，在聚会的时候打断了他们聚会，就是要强迫每个人出来登记，每个人拍照，用他们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守望教会吓倒，但是没有，守望教会依然坚持，然后就改变方式向房东施压，所以没有办法，房东受逼迫，最后与守望教会解除了租约，是2009年10月3日，守望教会被迫迁出原承租的聚会场所华杰大厦。本来陆泽按照法律上面讲，你违约的话是要付罚金的，你不付的话可以告到那个法庭上面去，但是守望教会 不会走这条路，因为知道房东还未信主，房东他们把难担的担子不放在别人身上，所以他这方面都忍弱的，也不走这个法律诉讼的道路。虽然守望教会拥有许多的法律法学博士和教授，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走，他们 就出来了，走出华杰大厦。到走出华杰大厦以后，被迫迁出华杰大厦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找到新的地方，所以在2009年11月1日，500多会众冒雪在海淀公园的东门聚会，在海淀公园的东门聚会。那一天北京的雪来得特别大，也在特别早，所以形成了很壮观的500多人在雪中聚会的情景。很快，这个照片呢就传遍了这个互联网上，传遍了世界，引起了第一次震动。然后到我们再下来，守望教会，我们看到那一天啊，很酷呢。这是守望教会的今天名牧师冒雪正道啊，他们所唱的歌啊，要跟随耶和华的歌，我们都体会。我们教会当时也是在这里，曾经到风雨天里面为守望教会祷告，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啊，所以第二个主日，更多的人出来了，800多会众在海淀公园东门聚会。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又临奥巴马要访华，所以政府马上就想办法来排除这件事情，托人传话，到了在政府的默许下面，守望教会并不是想用这件事情故意制造任何麻烦，只是需要有一个地方，谁也不愿意在风雪里面这样子敬拜，只要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当时他们就到了中华动漫剧场举行，得以进行，所以呢，在默许下呢，他马上就很快的，也说是顺从了政府的安排，就赶快进去了。他们只要一个地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面，揭发了守望教会的危机感，因为守望教会有一个建堂的意向，它本来就是建堂，但是因为他们过去在租的时候已经搬过很多很多次家了，我现在从2009年开始起，他们已经搬过很多家，都是以扰民啊等等为止，不逼他们一次次搬家，所以他们又认为，之所以没有一个自由可以安定的照着他们心愿的能够敬拜的神的方式能够进行呢，因为就是缺少一个场所，因为都是租别人的，租的别人产权在别人手上，别人随时可以停，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激发了他们的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在主里面的，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默祷的奉献款达2700万人民币，当时房价已经涨得很快了，但是你想，这是当时只有500-600人的教会啊，因为什么？本来是500-600人，第一次聚会500多人，第二次800是由于其他兄弟教会的人啊，姐妹教会来支持，也有人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也就在这个逼迫当中，守望教会迅速的翻了一番，就达到了1000人。这就是说明了上帝的大能，在逼迫当中，不是很多人害怕了，怕付代价不方便啊，反而更多的来了。这就是完完全全他们在危难中尽是祷告，筹得2700万元。啊，那我们教会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也感动了，也想办法去把这个表达了一种微小的一点点的送上去，就是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你的苦难也就是我们的苦难。当时在所谓的 deadline 里面把款交下来了，我们知道哇，这是神的恩典和大能，能够有，而且里面大部分人是学生，有不少人是学生，很多人是刚刚是立业，也很多人也是刚刚信主不久，有这样的奉献的心，他们勾得了大恒科技大厦2层楼的1500平方米是作为他们的聚会场所，但照政府组织，开发商违约，至今不交出钥匙，钱付了，但是得不到，也得不到任何的赔偿，现在就一直这样子空在那里。
没有办法，教会以后只得暂租一个窄小的老故事餐吧，只能分三场进行主日敬拜。一千人教会根本每次能够能三百多人 敬拜已经是爆满了，非常的矮小的老故事餐吧。即使如此，也只能租到最后，一再的强调希望能够，也只能最后期限是2011年4月3日为止。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么小，这么不方便，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暂时得到这个租的这个情况下面，从2009年本来是说11、12月开始啊，只是租一年，这延长了3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怎么呢？就在这个用这一年是三次去租，三次签约，是2010年。是去年的5月一次，8月一次，所以整个教会每次都在祷告当中啊，进车祷告当中，教会的这个为了解决租房，就成了他们最大的迫切任务。终于在5月得到了一次消息，租成功了，但是租成功，政府介入，强迫的，就是被强行终止。然后到8月再找到一家租成功了，又被强行终止，因为他们想租一个交大的。能够最好是能够一堂，很辛苦的，要做连续同工们要做3场侍奉，能够一堂，那多好呢？不给他们。最后一次，今年3月，啊，是我们都是为他祷告，也在或者我们有最近的一次在涉外的为他们的祷告里面得到消息，他们也是在3月里面宣布了，终于迁租成功了，一交比较好的一个大厦，但是。就在他们宣布的礼拜天以后，礼拜二接到他们的通知，就是违约，就是说是有当地派出所介入，所以只好把它拿掉。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4月3日了，3月底了，强行终止。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教会只能发出这样子，因为这是他们的意向，他们的教会不能因为你不给我聚会，我教会就这样子散了，不能这样子。所以教会就是向发出告会有会众书，也向政府表明诚意，希望政府无论如何给他们一个地方能够敬拜神，能够进行主日敬拜。所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不可停止聚会，决心不变，我们还是回到室外户外去。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户外去敬拜，他们为了是想到室内敬拜，在室内敬拜不可能的情况下面，他们只是用户外敬拜方法坚持最困难条件，坚持教会的敬拜的权利，就是这么一个最卑微的要求。他们户外聚会的场地他们去了，那这样发现被封锁，所有的长老执事和牧者20多人，从那天开始起到现在是全程的被软禁在家中，全程被软禁在家中，是不可以去说了。第一次的时候就有170多信徒在那边被分别抓走，都分别抓走啊！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其他的有很多被堵在外面。后来2、3次以后就聚在，有一次我们得到的时候就发现有500多信徒的家里，打开门都有公安驻守在那边，堵住他们，不准他们出来。这就是他们就遭受了这样子逼迫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消息都传过来了，现在这个逼迫到现在继续，这是第8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想刚刚介绍了北京守望教会这次遭逼迫的事件，就是不给他们聚会的场地，用这个方法。有不少人被拘押了，有不少人回去以后被房东被迫迁走，把他们工作也丢了，报了很多案子啊，报到这里，这但是他们却能够为这个主啊在这里面呢能够受苦。这种事情引起了我们国内外教会肢体的反应。首先国内是所在城市，北京守望教会所在城市，北京教牧联导会都是家庭教会的牧师组成的，牧者组成，以认领每日进食祷告的方法为守望肢体祷告。他们在4月11日受到这个逼迫以后，就4月13日就发通告，从第一次有13家北京家庭教会参加，到第6次，到以后几次就不把名字写出来了啊，一共有全国43个教会集团体的参加，
们看这里面是一个简表，周一有多少，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它包括以北京教会为主啊，其实涉及到上海成都或者是青岛其他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教会，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进食祷告的参与教会啊，这是也是中国教会史上面第一次。然后我们再看，这是国内外啊，那么国内呢还有来自全国20多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啊，向全国人大递交请愿书。这个请愿书在国海外受到了极高的评价，是第一次教会向政府请愿，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向人大请愿，请求立法保护宗教自由。所以题目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基督徒既然是天上的国民，也是地上的公民，这个双重的这个 citizenship 他们是这样坚持的啊，他们是首先强调自己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社会同胞的福祉，顺服尊重政府管理社会秩序的权利。听说这个管理社会秩序的权利是政府的，但是管理心灵的信仰的事情没有交给政府，所以他们要求政府遵守这个。好，我们下面看，这是国内的反应。国际上呢，国际上有5月12日啊那天啊，海外华人教会也首次集体为国内家庭教会发声啊。这个是上面写自6月1日中英文签名声援共达535人，其实到今天查了一下，已经超过1000多人了啊，1030几人。其中呢，就是那个更多的现在是西人弟兄姐妹，你们看着英文的上去，他们留下了很宝贵的话语啊，本来跟中国本来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民族，可是在基督里却连成一体了，这让我们特别感动啊。这个是联合声明啊，海外基督里的联合声明里面特别强调这么一句话，守望事件再一次表明是时候了，从50年代开始的宗教迫害应该结束了啊，从50年，他同时也向世人宣告，无论是死是生，是患难困苦、逼迫危险，是掌权是有能，都不能使基督徒放弃信仰。我们今天仍像50多年前王明道一样的宣告，我们是为了信仰。这就是这份海外的签名。啊，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不少人签了，我们信友堂弟兄姐妹这方面也特别踊跃在这当中。啊，但是我在这次也强调，我们也准备了一封那个签名的这个东西，如果有意者还是可以继续签名，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海外的基督徒的反应啊。然后我们看海外的媒体的反应，海外的媒体国际上面，当然那个最大的全球拥有6亿会员的世界福音派联盟呼吁为守望教会祷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福音派联盟。前两天得到一个好消息，福音派联盟的副主席亲自签名了，啊 ，Bob Wentz 亲自在这份我们的海外呼吁书上跟我们一同签名的封面签上了他的名字。有6亿会员的世界福音派联盟，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各大通信社，啊 ，CNN 这不用说了，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3家报纸《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报》与《纽约时报》，这是很难得的，同时以均大篇幅的报道与评论守望事件，啊，这个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不寻常的一面，国际上。好，那么现在我要讲第三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为何守望教会事件引起空前的举世关切呢？为什么？啊，我开始就讲到了，中国的家庭教会受逼迫，从50年代开始，家庭教会就一直受逼迫，从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教会原来的被关在里面的那个老传道人出来以后，就带来了家庭教会的复兴，像王明道那一代人。那么家庭教会呢，就在各个地方起来。其实这样的逼迫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年年有，月月有。如果我稍微关心一下中国家庭教会的逼迫网站的话，你去看看，差不多常常收到为这个警戒呼吁，为那个警戒代祷，那太多了。所以在这方面呢，一直是劳动着我们的良知，我们的骨肉之情，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样的对守望教会能够凝聚了第一次凝聚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但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是第一，因着北京守望教会自身的特点。北京守望教会的自身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教会地处全国的中心首都北京，
过去有很多的逼迫，我们知道，哎呀，在内蒙发生了，在新疆发生了，在甘肃发生了，在四川发生了，啊，在河南发生了，安徽发生了，啊，我们都觉得好像很遥远，而且也大部分都是农村的家庭教会，被迫害的人啊的弟兄姐妹也是在一般人上面看起来是算小民百姓，啊，在不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所谓有具有举足轻重有影响的人士，所以这些特点。而且就算那些地方发生都是一次性的行动，什么啊，公安捣毁了那次什么家庭教会的培训基地啊，一会儿公安又是什么捣毁了那边的非法聚会啊，然后一解释都是他们非法，因为他们从来不告诉政府的，都是地下的秘密的啊，不登记的，所以政府都振振有词，因为你们不向政府登记嘛，你们不那个啊，好像给人家感觉了，就是西方通信社喜欢把这个家庭教会翻成叫做什么Underground Church， 叫地下教会。那我们就知道，教会其实永远不会像做地下啊。过去共产党闹革命，在白区就叫什么党啊？叫地下党，对不对？他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发现，就是做秘密工作的啊。而教会恰恰相反，不想地下。可政府呢，你不想地下，就把你拼命按在地下啊，不准你冒出头来。嗯，所以这个就是这造成一个情况，每次都是。什么什么地方了，就算是发生了，周围人也不知道，因为它是地下教会，本地居民都不知道有这个教会存在啊。打的呢 也只有这在因为是地下，比较跑到某一个什么很偏远的地方，某一个山里或者某一个林中打了，也在那里打了，都不知道，那只能零星的消息传到海外啊。他们被打了也就打了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也不知道怎么维权，那反正就是继承了就是一个为主受苦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不知道为怎么样为自己自身权益。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很注意国际形象，尤其北京上海这种地方不会有轻易这种打劫的，因为这个打劫不像这个在各地外面打偏远地区打，这个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损失很大，所以不会。但是一打的话马上就会引起比较高度集中的，因为像这种地方也是媒体比较注意，世界比较注意的地方，这是它的地处性决定的。第二是教会成员大都是知识专业层次较高的城市白领，其中不乏有许多是海归，他们当中博士硕士学位是因为在海淀区，是在这个科学院和北大清华这些著名重点高校所集中的地方，所以他们本身他们的重点方向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而努力，他们的意向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主要是知识分子，所以这里面都是那些精英才俊知识和专业层次较高的啊，有教授的，有在公司里担任高层的等等都有。像这种情况呢是一种，特别是从进入本世纪以来新型的城市教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向，我们为此感谢神。第一次福音能够得到这么多学人的心，尤其在北京，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我看第三个方面，第三方面是最关键的方面。如果说这样在北京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家庭教会，当然不只是守望教会一家，但是守望教会却是他们当中全国啊，也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家庭教会资源，有上千人的会员。过去我们讲知识分子成堆，一般来讲总是好像问题就麻烦很大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这个教会的团队从主任牧师开始起，到牧师传道，到长老，相对来讲信仰生命和神学的根基都比较成熟和扎实，这是少有的现象。他们所办的一些刊物信花等等，或者所办的一些神学教育课程，是海内外华人教会当中罕见的，得到了这么一批人。守望教会的今天名目是本来是清华出来的啊，他也是六世他们六世这个事件上经历过以后，受到心灵极大的震动以后出来，所以他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家庭教会。首先他是很有意识的要把教会整合起来，
从2005年开始把所有分散在各地的12支团契整合起来，这个整合起来不容易 啊，然后能够回成一群啊，向政府首次成为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向政府来表明要登记，向政府注册，但是要求独立注册，不要注册在3支名下的家庭教会。当时他这个要求注册和登记是很多家庭教会都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是肯定做不到的，肯定也是做不到，政府是不会批的，这是对的。但是他们仍然怀着善意来表达，我们把这个社团的管理的权柄还是交给政府，我们也希望当作一般社团，你不要因为我们是宗教性的社团就加上宗教性的管理。这是中国特别的情况，任何围棋会、象棋会不会来讲中国围棋爱国会、中国象棋爱国会、中国篮球爱国会，有没有中会啊？只有到宗教才有，基督教3支爱国会，天主教爱国会。奇怪了，好像一信教就不爱国了，非要强调一个爱国，是跟谁在竞争呢？因为你们要爱主，所以要把爱国放在你前面。这是一个像偶像啊，首先要你强迫你磕好头以后才能注册的这么一个举动啊，这个事情他们是绝对不干啊。所以当年政府当然说好啊，你要登记就当，还给他来回来了两个来回呢，你可以把名单全交给我们啊。他想这一下大家吓死了，我把你名单全交出来，工作单位地址，这不是现成的一份黑名单吗？没想到他们都准备好了，所有的同工40多人他全部交出来，都给你，都摆在这儿。哦，这样子以后底下就没下文了。最后就说什么建议，因为你们的牧师不是从3支出来的，所以建议你们去参加3支。这句话终于最后吐出来了，原来还是要他进入3支。所以这件事情终于，我觉得当时我支持是对的，因为很多海外人不懂为什么不肯注册呢，注册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我们都注册了，他为什么不注册，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啊。所以这件事情使他的影响力一下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注意，所以守望教会是最知名的家庭教会，就因为那个事件。这个事件又神的保守，现在政府要给他加罪名是加不上去了，所以你在海外最容易加的就是说他不肯注册，海外人就搞糊涂了。原来他是想注册而政府不给他注册，是谁违法了呢？政府违法，按照注册法没有办法，按照宪法是应该注册的。所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海内外教会都名列前茅。就是这么一家教会，你要去打你可想了，难度之大，但居然敢打。本来做那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就盼望着中国教会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整个的体制的变换，从边缘要进了中心，要从地下浮出水面进了公共空间，这样子才能把教会的影响力带出来。教会如果在王明道时代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保持着，下面就是为了成长的自由的空间，教会终是要长大的。所以守望教会在这个方面走到了最前面啊。那么好，他这次我们来看政府逼迫模式的不寻常。这个模式逼迫的不寻常就是发生在一个最不该发生的时候。如果说过去政府是理智的，那两次聚会一向奥巴马要来了，赶快政府就不强迫了，叫息事宁人，我们认为这是 wise 的。那至少政府还知道不要去只造事端，人家好好的敬拜你不惹他，他不惹你，而且这些人一敬拜了神了，在社会上就是更加奉公守法，各方面变成更好的公民，不惹你，那么你干嘛去挑人家的呢？你根本不应该去的，你不是要主张建立和谐社会呢？你主动挑起不和谐干嘛呢？那这一次的形式是他主动，所谓敏感时期大家都知道，所谓茉莉花革命，因为北非中东的革命传过来，哇哦，很多人在网上说我们也茉莉花革命，对不对？我知道，我本人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会这样子，不会同意这种行为的，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不会在这个方面去主动的去组织参与。所以政府其实很清楚，他 perfectly 他不用 worry 的，政府知道家庭情况状况，家庭教会的情况比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清楚，你看的都是点，他是综合材料，天天分析敌情啊，他是天天这样分析，所以很清楚的。卧底的守望教会里卧底的不知有多少，这个大家也不用说了，这个的很多我也从各方面听到，他自己是那边的海淀的公安的人都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在里面，
所以他警告他的亲友千万要小心啊！这个消息都传出来了，这是那很清楚，他没有这个意思。所谓这敏感时期警力这么吃紧，居然会主动挑起事端。你看这个东西呢，刘同枢牧师呢就有一个分析了，为什么他是主动挑起的？他说政府预先选择了重点打击对象。我一听就晓得，我们从国内来的，什么叫重点打击啊？政府搞运动的时候，文革的时候，先是重点打击，对不对？然后全面开花啊。如果重点打击遭到困难的话，他可能延缓，所以他是重点。守望教会成为北京教会这家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如果他不打下去，怎么收拾其他家庭教会呢？啊，北京其他教会看守望，那么其他城市的教会看北京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情况下面，他以这个为选择打击，其选择标准是按照教会的活动场所与规模。我们都不了解一个教会的活动场所与规模，这个量变，共产党一直讲量变要引起什么则变的啊，这个量啊，教会的量涨到一处啊，它的社会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啊，所以这个就成了他的一个心腹之患了。所以他以打压首要教会，他是说只是有计划的，刘同枢牧师说全面的挤压教会活动空间的一部分，并非只是针对一个特殊的教会。这一点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要明白，以为哎呦 I'm lucky 哦，没打我，又或者肯定你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不是，今天打你，你不管，下次就打你啊！就像当年政府搞三支运动的时候，重点在北京，在全国要打击谁啊？就是要打击王明道，把王明道这颗钉子给打下去了以后，其他就是叫王明道什么余党，就他很快就收拾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守望教会站在中国家庭教会前列，教会前列替家庭教会受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你看这个是他分合的主导，他是 最后的，除了事先的种种这种寻衅以外，政府在事件过程行为方式也显明了事件设计的痕迹，预先安排好的拘押地点，预先准备好的押送车辆，预先排练过的堵截手段，预先规划的拘捕与押送方式，预先训练的统一谈话程序，预先设计的悔过书的格式，不仅显明了主观的故意，而且是蓄谋已久。这可不是一般的，因为很快500多个家庭全部被堵住了，没有一段时间的了解，你知道这些家庭住哪里啊？怎么安排啊？一层层传达，这是早就了。所以这是从上面下了决心的一个周密规划的主动的打击，这个才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觉性啊。所以有人说，守望教会，你干嘛在这个敏感时期找政府麻烦？守望教会辩护，不是我们找。最没想到在最不该找麻烦的时候政府来找麻烦了，政府的麻烦还少吗？我们都为政府在着急呢啊！政府逼迫的模式不寻常啊！政府这一招很厉害，因为他在北京敢这么做，没有得到最高层的决心是不可能的啊！不顾此举多么有损自身的形象，太自身，你看你想想美国三大报纸都大版评论，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呢？而且就仅仅是要个聚会的地方，你不等的决心要在这么一段相当长时间动用如此大的警力，上万的警力被动员了，就是不让你一个聚会。哇，没想到教会在他们心目当中还这么重要，我们小看自己，明白吗？就好像签名一样的，我们签名网站刚建立，这个有什么用啊？签个名，刚刚弄好，国内的强大的攻击就来了，把这个签名网站给攻瘫，不让你签名。可见你不认为是件事情，他认为是件事情，这很厉害啊。他是说守望教会租用其他的，因此这就是刚刚讲的，他基本策略，政府就是主动出击，赶尽杀绝，连点户内敬拜的缝儿都不给你留下，就是逼着你非去户外不可。他以为这样子户外难度大了，然后在户外你去的时候他就可以抓了，说来说去就把你赶到户外，然后说你在户外非法破坏秩序，然后希望把你取缔，就是这样。下面一个担心就是，这有否可能成为新一轮全国性的大规模逼迫城市家庭教会的前兆呢？旨在将已经公开化或者准备公开化的家庭教会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担忧。过去我们一直感谢神，神兴起了城市家庭教会，还记得吗？我那时候说风雨走过来的中国家庭教会，我特别评价了城市家庭教会，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有可能，经济上的多元化，社会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识层次的提高，因为六四的冲击，海内外的动乱，使这件事情使政府也不得不容忍存在，只是看中国社会
包括他的政治上的容忍上的进步的一个标志，现在都拿掉了。所以我们就担心这有否可能，这就是刘同书说的杀鸡，把它拿来做鸡杀。杀鸡是对核行动的预言，此时政府对守望教会的行为咄咄逼人，处处学以挑衅，似乎非把守望教逼到户外才去罢休，一点也没有因为是已经遇到的严峻的政治形势而息事宁人的意思。那我的想法就正好趁着这个政治形势的严峻的时候把你挂钩连在一起一起打了，他恨不得早点要把守望教会跟茉莉花事件挂在一起。所以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清楚，屡屡发表声明，我们是单纯的，只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我们的敬拜，我们没有其他政治企图，没有提出任何政治那个什么改革的这个进程啊，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啊。一再的声明啊，守望教会你只要看他每一次的发布，可见这个层次的成熟是达到了中国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下面看政府并不是不寻常的，就是说第四点，就是令人极其担忧的是什么呢？如果政府此举成功的话，只要他守望教会一下打下去了，守望教会最后说 OK， 胳膊拧不过大腿啦，算啦，我们以后就不要这样子啦，反正一样嘛，哪里都是聚会嘛，小小的也可以嘛，好，这样子了，你下面怎么办？下面政府就要求大家都照守望教会就此办理，连守望教会都服了，你还不服啊？这很厉害的一招。那么以后就是真的所有从公共领域的教会全部被压下去。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他说我们那个城市里面也住写字的，还没动到我们身上，我们很好吗？怎么会去动守望呢？天真呢、啊、因为守望不打下来，不把它取缔的话，你取缔你根本没什么意思，要取缔先从最重要的地方去取缔，取缔小的没什么意思，这个才是有象征性的带领性的旗帜性的这一招啊，这个方面如果他要接打的话，所以他就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一点不奇怪。所以守望教会是他的受逼迫，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的一个缩影，绝非是孤立的事件。那好，我们现在看从圣经看守望教会的征战，从圣经看守望教会的征战，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啊，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是在出埃及记五章一到三节，这句话是法老第一次听到耶和华的传话，是摩西和亚伦，是耶和华说你去给法老说，说什么？我们就看到这话，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为我守节。守节什么？做礼拜。英语翻译很简单，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就是这么一句话，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所以在这里面，容我的百姓去，今天成为有意义，就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也是个悲惨的事实。不要以为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国力已经进到了个什么地步，已经到二十一世纪怎么样？我们作为国民的身份，跟3400年以前的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是一模一样。因为还你真正的敬拜是不给你的，所以这个容我的百姓去，来什么？来敬拜我。所以守望教会这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它的前提就是百姓不能去。百姓不能照着自由的心灵去，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守望教会的遭遇乃是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长期受逼迫的一个缩影。我们就知道啊，与3400年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法老统治下的遭遇在根本点上一致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怎么样不同的人，其实真正的为奴还不是指你的政治经济。我上次接待了从深圳来的一对商人，也是其中一个在我们教会信主的，他生意做得很大了，他下面员工有上千人，但是他发现当有一件事情政府要找他的时候，他发现完全不把他当作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给他应有的尊重。既然是政府说派出所警察也在了解讯问有关事项，完全把他当犯人一样的审问，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搜索。他这一次以后他就感到原来他是这么的可怜，没有人把你当什么，这非常重要
所以这次我在看了一个新的一个博客里面，说是有一个叫做中国知名博客写作家，是过去足球评论员，叫李承鹏，他要求参选人大代表，他说只有参选人大代表第一次可以写说我是中华人民国公民，十几年了没看到选票什么样子。如果你没有这一帖，你在李刚面前永远是屁民，在什么三峡面前永远是移民，在谁面前永远是什么什么什么民，意思就是说根本不值一谈的。这一点，这个我们还仍然处在奴隶的状态，这是一个最大的明证。秋雨之父教会王毅长老就说了这段话，他写了一篇非常当代有力的一个戏文。我要说王毅长老啊，秋雨之父教会长老，他是法学老师，成都的啊。那么我们看他怎么说呢，他现在成了长老，全身献给主啊，全奉献给主，带领秋雨之父教会。1950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基督教会的宗教迫害逼迫至今没有结束。他就提出四点啊，容我的百姓就现在情况。第二点，基督教会的聚会、结社、布道和宣教的自由仍不被中国政府承认。OK。第三点，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至今形同虚设。第四，基督徒在任工作、受教育、学术出版上至今受到公开或严重的歧视。那就说明仍然处在不自由的状态。这就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中国60年来一直不改变的。中国的第一个运动，中共掌权以后，第一就是整顿，就是改变教会，是向教会、神的教会下手。这个政策到现在没变过。虽然其他政策废除了，人民公社政策废除了，文化大革命等等，但这个没有变。所以这个与神为敌的姿态从来没松过一点点。第二，敬拜神，容我的百姓去。敬拜神是神对他所拣选子民的至高的呼召。你看，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不是哦，到那边去松松骨骼啊，稍微去呼吸新鲜空气，给你去打个球，更不是打串麻将之类的事情。容我的百姓去是吗？就是敬拜我。去的目的就是敬拜啊。原来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敬拜。在神面前最大的需要，这是上帝给他儿女至高无上的命令，因为这是神对人的最大爱的表示，给你的特权，让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我的百姓，神认我们是他的百姓了。所以立约的记号是我是你们是我的什么百姓，我是你们的什么主，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百姓。这是盟约神学的关键啊 ，Covenant Formula， 我们讲，这就是在第一次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解释了，我认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守望教会所持守的是万万不敢背弃的，正是这个呼召，去敬拜他的呼召，不可停止聚会，这样来自神而清楚明确的吩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当摩西和亚伦来到法老面前讲你容我们去，理由是什么？否则容我们去旷野走3天路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原来是怀着敬畏的心，我们能在上帝面前不顺服吗？我们能够不去吗？我们不是怕你，如果怕你的话我们就不去了，你叫我们不去我们就不去，我们是怕神，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这是上帝的对子民对上帝的命令的正确领受。所以可以这么说，守望教会的带领者他万万不敢背弃，你要他从手上牵出一个从此教会解散，从此分散聚会，我们不当了，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卖主了。在高压下面，牧者被呼召是集群群羊的，他不是来解散群羊的，牧者没有，从来没有这个任务，上帝没有给他这个job，这是一个关键，他不知道啊。所以公安放出话来要换啊，居然公安来传话给他们弟兄姐妹，要他们重新选领导人。所以刘通书牧师就是气愤填膺，世界上怎么样的统治者都没敢想到用这个方法来弄到教会去，对教会这样没有人敢来违背这样的命令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下去。第三点，
容我的百姓去。人最大的罪行就是这样，自己当神。所以法老之所以不容百姓自由的敬拜神，其原因是什么？是他不认识神。逼迫原因是不认识，逼迫教会就是世界上一切集权政府的本质了。因为法老接下来怎么说啊？当时摩西对亚伦对法老说了，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第一句话怎么说啊？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哇，他以为他是天下最高的，居然还有一位神比他高，这跌破他眼睛了。所以啊，让我听他的话啊，容以色列去呢？然后他就声明，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只是他自己的宣告。他之所以不容以色列去，关键因为目的是他不认识耶和华，这也是上帝的愤怒在他头上的明证，这是共产的明证。然后我们一下看这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学家作者布鲁斯沃克，他写，你有没有看？他写了《最具守望时间》，他写了一篇专文，他说中国在继续做专制政权镇压基督徒的历史传统。他说了这么段话，他说每一个历史轮回中出现的集权主义啊，最终必定会向基督教宣战的，叫他不宣战是不可能的，因为集权的本质就是把自己当神啊，自己是神是不容另外有一个高过他的神存在。所以他们对基督教的憎恨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呢？精力旺盛的镇压正统和独立的基督徒信仰啊，因为他知道守望的信仰是正统的，守望的神学是改革中的神学，是非常正统的，所以他精力旺盛的镇压正统和独立的基督教信仰，并试图用国家支持和控制的基督教来取而代之。国家政治支持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国家支持的基督教是什么？三自教会。基督教就是三自教会，天主教是爱国会。最有意思的，他把天主教变得不像天主教，把基督教变成不像基督教。因为什么？天主教是讲是一统的，天主教是一个整体，他却把中国的天主教跟教宗分开来，唯有中国的天主教可以不听教宗的，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要听教宗的，也没有哪个政府抗议教宗干涉他国家主权。哎，中国可以抗议，他是政权干涉了人的信仰权利，但是在中国的愚民教育里面，大家都会气愤填膺，小小梵蒂冈要干涉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就是这个愚民政策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干涉，美国就被干涉了几百年了，对不对？那不用说，这么强大国家还容不下呢？概念不对嘛，所以是这样。可是基督教却是多元的，基督教是向来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就宗派林立，他居然要把所有的基督教统一成什么一家，任何国家都没有。你知道美国加拿大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基督教里面宗派，哪一个加拿大国家宗教你来一下，对不对？那你就不同了，那就变成专制了，不可能的，你政权就不可能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另外一个30年代一个著名学者解释到，纳粹在他们仇恨宗教时候，如何向世界假装他们支援部分的基督教，以愚弄德国以外的受骗者。支援部分就是德国国家教会，是忠于希特勒元首国家元首希特勒的教会。你现在听起来好像哇，忠于国家元首，他疯了，他竟然跟法西斯希特勒连在一起，可是那时候不得了的荣耀啊，就像现在三自教会他现在章程上堂堂皇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样的。前苏联政府总是为自身的目的来利用东正教，这是他写的啊。科格勃和他的前任表示，他们毫无顾忌地暗测特工人员在神学院和教会中担当不同的职位。在被布尔什维克逼迫以后，基督教的历史和价值当然是被抛弃，但存留的空壳还是有用的。但这一点前苏联跟中国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他至少还不敢建立一个国家的控制的东正教，他这个裤子还是让他摆在那里不动，他里面悄悄动，而不像中国首先把这个外表都拉掉了，共产党的领导要直接写在这个教会的章程上。在中国这是世界上最大胆的啊，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记录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描述日本受他们政府的这种集权统治下对基督教是怎样特殊的恶毒与仇恨。所以那时候大日本天皇笔下的日本教会要存在是怎么样啊？伏在天皇笔下的脚下，那绝对是这样，否则就存在不了，因为这是他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宣战嘛。所以那时候王明道要抵挡的是从日本派来的牧师，代表皇军的，要建立皇军满意的教会，是这样子的。
的日本，所以大日本笔下皇帝的那个日本教会也是日本教会最羞耻和黑暗的一页。所以我要说，将来史书上中国的三字教会必然会和德国希特勒时的德国国家教会、日本二战的天皇笔下教会和苏联二战时的东正教会同归于类。为什么讲苏联二战呢？前苏联二战的时候，东正教会恢复成立，因为斯大林知道东正教是俄国的传统的一部分，为了激发俄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来抵抗德军，所以要把东正教扶起来。所以这时候就为自己的俄罗斯祖国母亲而战，而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战了。所以共产党就是实用主义的患的，不要他是等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又把他 扫地出门，就是这样使用。所以你相信就是这样，当他有用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东正教还没有被完全就是用它来安撤了，就是这样。第四，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告诉法老，你的权力是有限的啊，我没有叫你不让这个我的以色列百姓啊不受你在政治上的管辖，甚至让你经济上做压迫，我现在不说，但是我要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权力管理他们的什么心灵。很多地方人民没有得到上帝的这句话，是上帝任凭他们在最终，因为他们偶像崇拜，所以受苦受到至今。哪一天耶和华传到这里了，认我们是他的百姓，就有福了，从皇权这种专制的崇拜下面走出来。所以在这里表明，一切掌权的当知道，他们的权利是受限制的，神从未将管辖百姓的心灵、信仰、思想的权柄交给政府。耶稣在路加福音说，凯撒的我当归给凯撒，神的我当归给神。这句话就成了现代文明中有限政府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而这个是从基督信仰而来的。人的脑子里想大同社会，打死了他，打扁了他，脑子也想不出这一条。真正的祸害就是政府，人们的想法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让国家国泰平安。恰恰就是这个政府来统一人民思想，成为一个国家苦难的象征。这点是没想到过，不是柏拉图没有想到过，孔子也没有想到过，没想到过，从来没想到，原来君王世上的权力是一部分，我们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没想到权力可以分隔的，从来没有把属灵的权柄给他。所以上帝的我归给上帝，凯撒的我归凯撒的时候就明白了。所以这个限制的权力很清楚。这一点就使我想到，尽管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文献，是美国黑人啊，在最受歧视的时候，美国黑人可以做的社会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职位是什么？牧师。其他地方都可以排斥，但是牧师不能排斥他。他要在神学院里，因为教会都清楚，对吧？你不可以排斥他。黑人也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啊，你白人的生命有问题，在这个缺乏当时的文化，你不敢跟他好好的交往，但是他要组织教会，你绝对不敢拦阻他组织他的教会。所以黑人在教会里面就成为他们的什么争取权利的地方。马丁路德金他就是一个牧师，他的跟随他的就是他的什么会友，才能形成这样的力量。从来尽管美国政府知道他在里面讲的啊，这次奥巴马也讲他这个政府里面那个牧师一直讲煽动说种族仇恨，但是他在讲坛上讲的，政府都不会去挑这个麻烦的，因为他在讲坛上讲，他在教会里讲。我听了我们从台湾来的姐妹讲，他说台湾的长老会搞台独，长老会就台独就在长老会搞起来了。那个时候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清楚的不得了，他们情报单位也去掌握所有的情报，但是从来没下过一次手。知道你这个聚会里面都是以这个内容为主的，但是你价值是那个，但是他尊重你的宗教的价值。就是说哪怕不是疯狂的政府，就是说他是威权的政府的话，和他政治他很歧视的时候，他都会在这个地方给予一定的尊重。没想到在这里，在共产党里面，他是真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根本无所顾忌的啊，是什么都不怕的，无所畏惧，所以他可以这样做。有限政府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现在我们守望教会这件事情，让知道政府的权柄是有限的，不是你靠权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做任何的事情。
就把人们的心灵都管住，你心灵上你管不住。这是中国第一次统治者要知道的一门功课。容我的百姓去，第五个方面怎么说呢？第五点，容我的百姓是表明，当耶和华神如此吩咐法老去遵行的时候，这个命令是不可 unnegotiable 的，是彻底坚决全部你必须老老实服从的。让我的百姓去，以色列人民众作为一个整体，你不可能来讨价还价，加一点什么分隔啊、操纵啊，这种是不行的。你看法老不听的时候，神降灾打他，打他十灾。你知道打了第四灾的时候怎么样？神降了四灾以后，大家看出埃及记这段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啊？法老就说了：“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有个条件，附加了，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求你们为我祈祷，你看到了吗？不要走得太远。为什么不要走得远啊？他的眼目可以控制你，是不是？他要控制这个问题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假设你答应了条件的话，就等于你的敬拜是部分要靠法老的批准，才能共同合成你的权利的。权利一部分从上帝来，一部分从什么？在世上的统治者，没有他这部分，上帝是本身无能为力的，上帝没有否决权的。上帝在 这君王面前好像跟他平起平坐，好像是一个什么长老团，好像一起商量开会，对不对？不是绝对的权柄的上帝，可这是 unnegotiable 的，上帝的绝对的命令。你法老算谁呢？能够在这个命令当中你可以加上条件，最后能够形成是因为法老有一个命令，法老批准了你去执行了。三支教会的要害就在这儿。当真正去敬拜的教会做不了，这三次教会的做礼拜的，哎，我们怎么没事可以敬拜啊？稍微头脑，如果灵性上就知道，你是伪敬拜，你是在政府和上，在上帝的命令下，其实是不起作用的。真正你能敬拜是什么？你今天能够敬拜，是靠着政府给你的条件下，满足他的条件下敬拜的，这不是上帝要的真正的敬拜，这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不要走得很远。上帝，摩西踩他了吗？没有踩他。要是我们很多人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什么的，马上就说我们就开始搭起棚子来，我们就在他旁边敬拜了，对不对？还说他不错，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权利是他给的，他不让我们敬拜，我们怎么敬拜？法老多强大啊！那就是当时共产党收拾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收拾的。我不让你教会怎么可以呢？很多人不会看这个，我们今天不听共产党的话，我们就到时候我们都不能敬拜了。上帝就是你看到三次以后，文化大革命全部停止，你根本不可能的。八灾以后，结果他怎么说啊？不可都去，只有青壮年可以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谁留下？儿童主日学是不可以办的，那儿童要留下，姐妹会也不可以有，因为妇女也不可以去啊。就是你们这批男人嚷嚷嚷嚷，你们经历圣余，对不对啊？你们是出圣余经历，那么去发泄一下去吧，你们去。可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敬拜是一家一家的，大家一起共同的，岂容你来插嘴来分隔？所以这个也是归于无效。八灾了还这么硬，九灾的时候他还要硬一句：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去，但是你们的牛羊要留下。最后耶和华是通过摩西说呢，连一蹄都不给你留下，因为牛羊都是耶和华，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带着牛羊去献祭的，不给你留下。最后他呢，你发现他连一句话的插嘴的余地都没有，这就是上帝的真正的命令。你要在上帝完完全全知道你这个权利是上帝给的，不是从世俗统治者的理解好心配合上得做的，你是有福了。世俗统治知道这是上帝的，他只能帮助你执行这一点，这是他应当做的事情，不是恩惠，不是从他来。所以西方的基督徒不会老是要每年向政府献感谢信啊，谢谢你啊，你这一年让我们平安敬拜，你没来找我们麻烦。这不是，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一提都不给留下。那就告诉我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守望教会很多人讲，哎呀，其实就是你的教会长得太大了，让共产党不放心，对不对啊？为什么敬拜要这么多人一起敬拜呢？你分成小组也可以啊，你难道就妨碍你敬拜神了吗？问题不在于这儿，问题就是说我是可以这样做的，但绝对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下做，这是个关键。如果我是接着政府命令了，我们就知道了，教会就在世上落下了一个什么真正的罪名，那是吧？对上帝没有信心。
为什么？怕自己付代价。教会可以压扁，被你打死，暴力全部拆散，可以悉听尊便，但是绝不会从教会嘴巴里出一句话，请你不要这样打了，我们自动分散好了，我们就听你的话就是了。真正忠于神了，你要自视忠心，就必得荣耀的冠冕，就是这样来的。这句话什么叫自视忠心啊？上帝试验你，不以性命为念，要这样的拼死的抗争，这个才是真正的神要我们拿的。否则你看罗马帝国的时候很简单，只要你否认耶稣基督，你马上 就让你走了。如果按照我们地下党的策略的话，你赶快否认，否认好以后跟他做巧妙的斗争，然后回去再捡起来，对不对？你何必呢？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离一体也不给留下来，容我的百姓去。所以守望教会在2005年顺服在神山上城的意象，从分散的家庭聚会中走出来，合成一群来自由的敬拜神。他们的聚会除非被暴力强行取缔，他们是不能也不敢，可以这样说，随便屈从世俗的权利，他们从他们自己手口中出任何的更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这个才是真的真正的意义。如果守望教会里面 有个别的也是比较领导层的，他觉得不必要这样子，他真的不了解这个经义到底是什么。下面我们再看下去，容我的百姓去，这是攸关神荣耀的大事。神的旨意谁能抵挡？这是很大的关键。我们千万不是神用主看现在情况，不能的。法老能够抵挡吗？上帝是法老的心刚硬，刚硬的目的是什么？以便上帝把他大能显出来。撒旦作为对手也不是那么一打就瘫的，否则话我们虽胜不武啊。我们表明上帝的大能，表明你对手是很强劲的，在人看来 informidable， 像歌利亚的很厉害，但是照样靠着神我们就能够打败他，就是这样。所以耶和华对法老说，其实我叫你成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真正的传遍天下，教会历史的一再证明，神荣耀的大能带领着教会在逼迫中成长兴旺起来，这就是上帝的荣耀表现。完完全全是靠着神，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马大力大，所以我们不是做血气的拼争的，完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从守望教会两个月来的征战看到，若非上帝恩典的大能保守着守望教会，他们怎能在教会所有的教牧长着20余人一直被囚在家中，都一步都不能跟那会众接触的，羊群却仍然不散。过去说接打牧人羊就分散，常常是这样子的，可是今天能够教会成长到这个地步，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看见了靠着神带领，他们依然不散。许多肢体在失去工作和无助的下迫上没有低头，在公安的拘押和围堵上不以血气相争，反而向其传扬福音。看了不少这样的见证，向他们传福音反而得着平安与喜乐，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回去不是垂头丧气，哎呀，今天被公安关到24小时，现在至少公安不像过去无法无天了，还晓得一个24小时个界限。你把那拘押，你不能去起诉别人的话，一般24小时你非得放人不可，对不对？他们能够这样做。第七，容我的百姓去，表明什么意思呢？当摩西将神的这话传给法老后，以色列却得到的是什么？法老加倍的苦待，以致百姓就说，连草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摩西都要向耶和华神发怨言了，你看你叫我们去没得到好处，反而受到苦待，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场主动的为主受苦的征战。容我的百姓去，不是说上帝说容我百姓，那你把我全摆摆好，红地毯铺好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真正的上帝的爱是他带着你跨胜，带着你打美好的仗，不是不打仗啊，敌人都没有了，就你一扫平我们就过去，就对象就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下面，当摩西将神这话传给了法老后，法老这就这样，但是要知道不是随便传的。上帝为什么在这么众多的家庭教会独独把守望教会挑出来呢？守望教会前几年准备不是偶然的，守望教会今天能到举世的重视也不是偶然的。
你看家庭教会受了之后，我们教会我们发声明也是第一次发，从来没发过。因为事情要达到一定的时候，有的人还不知道，像哎呀，家庭教会这受苦，为什么守望教会你们就特别重视啊？这是一种酸酸的一种情，不是这样子的。守望教会受的苦不是为他，是为了众家庭教会。过去家庭教会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没有达到这个影响力是没办法。现在达到了，达到了怎么样啊？就这句话，耶稣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守望教会今天打的这一仗，这个征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居然能够这样相持。过去专制统治太严酷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简直是根本不可能，他全部把你全部抓到牢里面，全部把你那都全部判了几十年，你都没办法，因为整个国家是疯狂到那个地步。可是今天准备到这个地步，政府再也不能做这个事情了，所以这场征战就来了。当家庭教会长到一个地步的，总有一个人起来为家庭教会的进一步的成长得到自由付出他的代价。所谓这个耶，当时以斯帖得这句话，他是什么？准备死了，是主动的出击。从我们的征战的角度上去想，为了保护自己的什么子民啊，否则以色列族要被灭族了。所以他起来去抵挡，是把自己的生命不顾讲出来的。如果守望教会心里软蛋一个，一弄以后就瘫掉，以后马上家庭教会日后的日子苦得不得了。因为共产党就舍谁之位，就知道了原来你们也不过这么容易，我就收拾你们吧。那下起决心，高层下决心更加容易。可是就是一个守望教会坚持切把的警力几万都动员了，还没把他们搞定，那下面怎么样全面开花呢？其他西安很多的北京其他教会没有这么大，四五百人的知识分子为主的还在租地方啊，他不能直接同时下手啊。照理讲你要就平等对待，但是他不是法律，他是政治，所以他就专门找守望下手，这是不公平的，你怎么偏偏就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东西，守望教会作为走在最前面的领头羊了，新兴城市教会的领头羊，他是舍命在前面，为今后中国基督徒争取敬拜的自由，要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呢？付代价，背十字架，跟随主受苦受死的宰门呐。因为耶稣讲了，因为也彼得说，你们被召就是为主，因为耶稣也是为你们受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现在看看这个整个的 www.helpsw.org 这个网站里面，你看看那些很多人留言，我看了都是很感动啊。不素不相识的西人基督徒，他们写的引用的经文大开眼界，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做的，容我的百姓去。这就是王以秋雨之父教会在这个六十年必须结束的这个信文里面，我认为最有光彩的一句话，他指出什么呢？上一代的传道人因宗教逼迫本身为主受苦，这个受苦是守住底线的受苦，是被动的，没有办法，把你抓到牢里了，你死死咬住自己，只是松口不卖主就可以了，因为你没有办法，那是守住底线，这个底线守住了。现在后一代的家庭教会领导人领袖们，包括这些新兴者，没有受过苦啊，他们很可以轻易带着老一辈的传道人已经做好的战壕里面躲着。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出来以后，在家庭里面搞个聚会，公安对他没有办法，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可是改革开放十几年，你还是躲在家里，还是这样子不敢出来，不敢成为山摆在窗台上跟这样山上的城，这就是对上帝的亏欠了。上帝对每一个时代基督徒的任务不一样，你要付代价所面临的也不一样。所以王义长老说，这一代的传道人是要怎么样来受苦啊？要因着接受宗教逼迫而预备为主受苦。如果你小小的仍然是小小的团契似的待在家里聚会，是现在是不会找你。为什么？因为有更勇敢的人冲在前面了。我就说你们之所以还不会找你，因为有更勇敢的走在前面了，他们还没被处理掉，不会处理到你，就问题在这个地方。你不要以为自得其乐，我觉得这样很好。你在神里面有大志吗？你有意向吗？如果你永远是小小的团契，这个基教会能够长大吗？教会必须长大，声量要长大， muscle 要增加。如果小聚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有建制的教会吗？所以中国的教会永远长不大，因为小教会不需要有建制，它维持一个聚会就是了。
只有规模到一定的教会的时候，考验你的教会的管理能力，教会的建制能力，教会的神学素养才能全面提高，训练可能全面展开，师班也可能全面壮大，儿童主日学的儿童教育也是配备的人马才可以。如果你把它拆散，都十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守望教会说我们原来12个团契，我发现我们的12团每个人都要礼拜天都要去对付这个 去讲道去分享，其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这个责量层次也会参差不齐的。但今天我们都合在一起，其他人就可以做各方面的配搭工作。教会要成长，这是属灵的需要，否则的话你社会的责任、文化的关怀、社会的影响力在哪里呢？要知道凡是现在当政的最怕教会要走的路，要错的就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因为上帝要我们走的是在与世界为敌的这个当中，我们要为他付代价的路，就这么简单。希望在这方面你不要体贴啊，原来是政府这样的我们就配合他，你就是爱的是政府而不是爱的是主了，在信仰的问题上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第八，容我的百姓去。在这里面我最后要总结一点，第八点一共是讲了八点，容我的百姓去啊，容我的百姓去，第八点要讲什么呢？借这句话，耶和华神为其子民提供了一种争取心灵自由，应该这么讲，何盼的呢？争取心灵自由的一种全新的抗争的模式，从来没有这种抗争法的。你像中国哪里有？中国没有真的宗教战争啊！啊，老百姓为了我要去拜个神，跟政府打了半天，没有吧？政府你拜什么？管我什么事？你拜个介绍，我也拜一拜，无所谓。在民间宗教拜的都为他好处，从来不可能的。可是今天是为着神的态度上面，上帝给他的子民给了一个叫做提出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不听政府的，我不听法老的，法老不能管我们，我不跟你在这方面不听你，就是这方面我不跟你合作，你的权利不能达到这个方面，不能达到我的心灵。这就提供了一个，这个呼召就是一个神对其百姓拯救的启示点。原来啊，你真正的抗争要是抗争为你的心灵的自由来抗争，而不是为你的一碗饭来抗争，不是为你自己叫什么来抗争。我们来看下面，当年以色列在埃及为奴受苦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的哀声我听见了。什么受苦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是马列主义，我们政治科学的很好的，一听就晓得哪种苦啊，一分析政治上受阶级压迫，对不对啊？是因为埃及是奴隶主，他是奴隶嘛，是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压迫，在民族上是民族压迫，民族恨阶级仇两个都有了。我就说是埃及外邦人啊，外对以色列上帝的子民的民族性的压迫，两个，这个压迫是三重的，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法律地位，也没有什么经济地位，所以你都可以抗争啊，在法律上抗争，政治上抗争啊，政治上求解放，经济上摆脱剥削，你最好是推翻它。上帝没叫你推翻，上帝没有叫你从这个为起点。你虽然苦，老百姓苦是苦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苦的理由是不认识神，所以上帝呢就告诉你，你先去求这个。他们当然莫名其妙，他们知道哦，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去，有什么准备是吃好东西的。当他吃不到的时候，他就想了怀念埃及的什么，埃及的叫什么肉锅了啊，等等之类。那他就是以为还是这个方面的，所以上帝让他们知道，上帝的解救方案既不从免除经济剥削落手，也不以推翻政治压迫为本，而这条路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走错的路。中国，我们来看，神借着摩西给法老一项不容违抗的命令，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就是给以色列开出一条真的出黑暗入光明的自由之路。讲过了，真自由是摆脱罪的捆绑，直到上帝面前来。下面反观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年走过路，不是民众不奋斗，也不是领袖们不给力啊。我们说常常就看到很多人那个啊风起云涌的壮志，那个这种领袖很多，而是不知道我们受苦的原因和以色列当年在埃及是一样的，这点都不知道，一百年来都不知道，都是因着人的罪离开了上帝，不认识上帝，就不敬拜上帝。所以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来敬拜我，就包括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识他，来敬拜他，上帝把你的罪拿走，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之路。所以一句话，世人若没有取得信仰上的自由，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我在这里特别告诉大家，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就不会认识神的伟大以及人的渺小与罪行，就会动辄以人民的救星自诩。他能够自诩就是因为很多人要拥护他，很多人是偶像崇拜，土壤是偶像崇拜，你就这就产生出来了。以民族解放、经济平等、政治民主为己任，这种口号都喊过，对不对？但是一样没得到，所以结果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可我们不知道，跟着抛头颅洒鲜血啊！过去我们也说，后来就跟了以后，老是上当受骗。哎呀，怎么搞的？跟着你共产党老是上当受骗，怎么回事？因为政策一改一改的，领导人一换一换，你常常上当受骗。原来你不上当受骗不行啊！你前面不上当，他叫你当上啊，把你给你上棍子，那么你先看出来，他总是每次都要你上当的，然后最下一人告诉你受骗了，啊，神指出了给百姓一条因着能靠着真理自由来到真理面前，就别得着从真理而来的一切自由之路，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之路，这才是真争取自由的方向。所以可以这么说，下面，啊，守望教会，他们做的这条路。你要知道，自人大请愿书上的一段话，结果被布什总统的 speechwriter， 专门为总统传写演讲稿的那位美国著名政论家啊 ，Michael Gerson， 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他说 ：“A founding document for a new China， 终于在新的未来的地平线出来的新中国找到了基石性的、奠基性的文件了，就说明以前怎么样没有啊，什么都没有，都讲错了。”这段话是怎么说呢？我们认为这个人大请愿书是有这么一段话，我们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自由。你听到过这话吗？宗教信仰自由，人类第一自由，过去人们最不重视的这个啊，都是迷信啊，我们不要去那个，所以那是打宗教打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当一回事，所以先反宗教然后反右，再打到知识分子，因为把宗教先反下来了。你既然不允许他有信仰的自由，你凭什么你有信仰自由？都是没有信仰自由，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也是其他，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能够这样理解吗？这是改革中的神学啊，也是其他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基石。这个信仰自由跟政治权利连在一起了，跟财产权利连在一起了。如果你听我过去信仰讲座的时候就知道啊，蜗居啊等等都是连在一起的，全部连在一起的。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将无法形成和平的公民社会。为什么美国是移民这么众多的国家？没关系，加拿大是多元文化也没关系，因为它尊重了一个所谓的信仰自由，否则就无法带来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国家的昌盛。这是为政府的好处着想的发自肺腑的基督徒的良善的用心，就是要你容忍这一点就是了。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你给他苦口婆心这样讲真的是没用。好，那你现在就晓得了，我一直是每次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我常常会讲，你想过吗？我当时读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非常震惊，原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美国的所有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大 charter 大宪章。这里面所谓大宪章它基石是怎么开始讲的呢？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啊、第一句话，在国会不得指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你晓得这种写法律的方法、写宪法的方法是前所未有的，是向谁下命令啊？向最高立法机关下命令。这个立法机构的任务就是要写宪法的，向他下命令谁能下？那只有在他们自己知道了不言而喻的永恒的上帝的话。不是我们一群人立法，哦，只要我们投票通过我们法就立起来了。你知道法源从哪里来的？你不过就是领受上帝的意思，现在这个意思明确告诉你不要在这里劳神费心了，想都不要想，想定个法律限制人们自由，这不可能的事情，就上帝给的权利，国会不得指定是永远的。要是我们这样讲，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嘛，这一代的事让这一代人做，下一代是你管得了下一代，对不对啊？总是在这事件中前进啊，然后让他们自己那代人约立他们的法律，不可能的。要真的法律是永恒不变的，是神的法律。这种话
没有基督信仰为根基，讲出来笑死了。你刚刚写出来人家打死你，你这还叫我们通过这个了，你在讲什么荤话。我就告诉你，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不但写出来得到大家的认同，这就给自己给自己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加了一条枷锁，不可逾越的枷锁。这是上帝的真正的政教分离。你是凯撒，别忘了政府都是凯撒，千万不能管到教会的事情。但是防止你管信仰，怎么防止你管啊？一个是不能确立国教，不能用控制笼络的方法啊，把一批人建立起来，哦，这是我们国家赞同的教会三支会啊，这是我们国家官方允许的，那是不允许，不可以这样子，这是不可以确立国教。还有一句话呢，不可以禁止什么信仰的信教的自由。两道墙，就是宗教既不可以被操纵，也不可以被逼迫。你不可以禁止人民自由的，也不可以自己哦，我不禁止你，我积极扶持你可以吧？对不起，谢谢了，不要你扶持，因为一旦打上官方的权力印记，就 corrupt 了啊！千万不要，哎呦，政府跟我们在一起哦，太好了，出钱呐、啊，什么什么，我、哦、因为我们是对的嘛，所以的，那你完全错了。你再对，跟政府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只跟上帝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权利交给政府。好，下面一句话，我下面讲，等回上去，刚刚那句话再回上去。你要知道，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说，所谓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声援权利从哪里来啊？这是后续的，都是因着尊重信宗教自由而产生的。在中国的宪法里面，不会说先尊重宗教自由，然后得到言论出版自由。给你一个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大家不知道，哎，为什么我要言论出版自由啊？为什么就是你要我说，我还不想说了，你给我点社会好了，对不对？那就可以了，给我这是不涨价不什么。老实说，真正想说话的人不多，这是事实。昨天碰到一个名人，我就说了，少数人像你们这种精英，自以为有才，就非有话说，所以政府就打你们，对不对？那么你们呢？发现被打了，你也找不到人去同情你。为什么大家都说你这话乖该打，对不对？你干嘛说话呢？对吧？我们不说就没事了嘛，你何必呢？他想不通，他底下没有跟随者。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跟你的信仰自由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为着宗教的目的服务的，为着信仰自由。因为你信仰，所以整个西方得来的这个是首先确保了牧师在讲台上有传教的自由，这叫做言论自由。你们有集会，因为一堂主日聚会思想自由全部要有，主日担当要不要拿？这就是出版讲道教要不要出啊？你们是不是在集会啊？这个集会以什么名义啊？哦，以新友堂的名义，这新友堂就是集社了嘛，集社集会，然后你言论，然后你把你出版，那全包括了。为了保证什么？为了保证容我的百姓去能够达成。你过去文化大革命说我们有信仰自由啊，但是你没有传教自由，你可以信在你的心里，在埋在你的肚皮里，讲出来就不对了。这就是宪法上说我们有宗教自由的意思，对不对啊？宗教自由包含着要宣讲他的信仰，出版他的信仰，要集会，不是佛教你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烧香叫烧香的自由就可以了，不要有集会，有佛教也不集会，也没有集社，这些东西都是基督信仰带来的。所以守望教会今天走的就是这一步，这才是真正的回来了。好，我最后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所有八个容我百姓去最后的意思。回顾辛亥革命百年，靠几步步大空，全部都错了。所以辛亥革命百年，然后呢，我下面一句话是，而今守望信仰自由，靠神从头再越。现在一百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找到了中国民族的苦难的根源，就是因为没有神，所以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有专制压迫的事情发生，有罪恶泛滥的事情发生，大泛滥。好，我们下面看围绕守望教会事件，海外教会如何面对。我们来看这个围绕守望海外教会如何面对呢？我们来看啊，第一，今日中国家庭教会之所以要坚持信仰独立、捍卫敬拜自由，并非诚心与政府作对，乃是因基督徒是蒙神救赎的百姓，是属神的人，必须听从神的吩咐。这话要反复跟政府搞清楚，这是真心灵信仰的一个呢。为什么呢？若不遵从，我们就什么
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请你体谅，我们不是怕你政府打击，我们是怕上帝啊。所以你政府只能杀我肉体啊，可是上帝可以把我肉体和灵魂一起丢在地狱里啊，有这个区别。这其实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如何面对主的问题，我们怎么回应？死亡事件摆在你面前了，你怎么回应啊？上帝其实都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怎么回应其实是你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事情，不是任何实用主义其他东西有没有用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是这样子，是我们生命的需要。下面我们看第一，海外教会我们信仰中的神学理念遭到挑战，遭到很大挑战啊！挑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谁是教会至高无上的元首？这次让我们再次确认，谁是教会至高无上的元首？难道是有人说嘛？他们讲你就跪到三次就可以了，那没有几个被警察从那赶过来，你干嘛呢？啊，你要敬拜，那里不是海淀的吗？那没有我们三次教会，你就去敬拜吗？对不对？看起来唱的歌好像表面上没多大差别，圣经当然也是一本，但是那个是被胁迫式的敬拜，他不能，你不能去抢的。所以下面我们再看下去，主耶稣或者是凯撒，你上帝的教会是纯洁的羔羊，不能打上凯撒的印记啊！不是凯撒批准买了就买了，凯撒批准怎么就做了，就不可以的。主耶稣或者口头上的主耶稣，行动上的凯撒，对不对？你说三字他那个章程是上面讲好了是凯撒，对吧？但是他一般三次教会的人，一般民众也不知道这个文件，他藏好了，他以为就可以了，啊！每次唱的时候，主耶稣啊，我怎么爱你啊？其实你就是先卖给凯撒了，然后唱主耶稣，对不对？那你要走一条，难道真有一条跟随主可以不受苦的路啊？这策略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吗？没有这回事的。所以这里牵涉到中国家庭教会三次爱国会之争，过去我都讲过这个，不过今天借此机会重申一下。免得大家又觉得这个死亡教会为什么自找苦吃。那死亡教会的生意长老我们大家都认识他的，对不对？他从我们教会里有过一年的时间在这儿。他说过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们为何不加入三支爱国会，他代表这个死亡教会写这个立场。三支本质上不是教会，不能够代表教会，也没有权利管理教会或要求家庭教会加入，这是第一，本质上不是教会。其次，从其现在的宗旨与政论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为了政党的统战目的，以爱国为其最高的宗旨，这是卖身给凯撒，卖给撒旦的这么一个标志。第三，就其建制及运转方面来说，它具有准官方机构的性质，并非真的自治和自压，本身就是与三支原则冲突的，是假话，做的假见证。所以这个东西做基督徒的万万不可跟他沾边，你明白过来了，你要还觉得无所谓的话，你就有祸了。下面第二点就是何谓真正的心灵与诚实的敬拜。刘同书牧师这么说，《死亡自由的天空》这篇文章里面他说，有政治权力任命的上帝都是伪上帝。你别看用词一样，拿把圣经是三支教会圣经是政府从政府手中递过来的圣经，是经他批准的，他不递过来你不照着他不行。有政治权力指定的信仰都是伪信仰，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就是不让信仰变质，就是不接受政府硬性指派的上帝，就是为了保守一个自由的敬拜，明白吗？这意思吧。所以你要知道守望教会做的真是纯粹是为了让信仰的事情回归信仰，千万不要让信仰被政治化。所以中国家庭教会的问题是受到政治逼迫的问题，而不是教会家庭教会本身要政治化的问题，这是完全两回事。这就是王毅长老讲得很清楚的，他自己受到了政治逼迫，正是他拒绝教会被政治化。可是我们在海外常常听到了，只要你在讲道当中你谴责的罪恶里面包括政府也不例外的话，他就让你在讲你在搞政治了。等到你小心翼翼地把政府规定的这个界限你不去逾越的时候，说明你是纯粹的是不干涉政治，不牵涉政治，这就是信仰啊。所以政府呢，最好是要把基督教教会从公共领域全赶出去，他最好把我们基督教会民间宗教化，只是为你的好处求求吧，啊，千万不要把这个你的信仰带到国家的
政治、法律各方面的改善的层面上面，经济的层面上面，可是我们却在各个方面做眼做光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政教分离的精义何在？守望教会不顺服掌权者吗？现在听到很多的指责，就是守望教会不顺服掌权者，甚至最痛心的来自居然很多家庭教会的，因为他觉得他们挺好的，听说政府说你们只要不超过30人我不来找你麻烦，哇，中山如获圣旨，得到了一个安全的保障，悄悄互相传我们只要不超过30人就可以了，多舒服啊，这样一方面跟随主也可以不要是付代价不受逼迫，多好啊，原跟政府有默契，很可怕、啊、那么所以有些慕道友来了，哦，超过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进来，不能进来，退掉退掉，等到我们有条件再招你，我们现在还没有分组呢，分了组以后我们家有空档时再招你，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找一家家庭教会难上加难，带你绕来绕去的，好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的，那些地下这教会的人他们还满足10几年了，刚刚文革出来你们这样做是勇敢了不起，10几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今天，你还以为哎呦我们这样子也挺不错的，固步自封不肯长大，很可怕，保守消极，贪图安逸，所以在这里面为接受60年的话，家庭教会违法了吗？那王毅那个长老这么说，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权真是在中国社会的遵循上帝律法良心自由的典范，就是最高的法是上帝的，真又不敢违背，所以这点上面没有违法。下面再问，家庭教会没有违背上帝的，当然下面违背政府了吗？其实也没有啊，政府的指令是什么？最高的政府也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是政府自己报告里说的，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自己政府的宪法的话，自己藐视自己的话，人甚至将那些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进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的坚信着以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什么权利啊？宪法权利，这也是你政府自己说的，所以真正不服从维持你自己的就是什么？你自己，你是违法者，政府是个法人啊，你定的法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啊。我们有很大的政府呢，如果来迫害你给他讲法律，他说大家知道外交部有个发言人，他说你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哇，法律不是我们的挡箭牌，那法律干什么？法律是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对不对？我巴不得政府把法律当作他的挡箭牌，只要政府不违法，我们不肯控告政府，也不敢违背政府就好了。法律就是挡箭牌呀、啊，是藐视法律到这个地步。如果法律都可以不顾，那你顾什么呢？这个不是天下大乱了吗？你政府可以立法，就算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立的法你也要尊重，你要守你自己立的法。你自己出尔反尔就是中国人的灵魂的腐败的最大根源，你信誓旦旦崇高的神圣的宣布东西你可以不当一回事，你还要民众把什么事情当一回事呢？民众不造假，不为你为你的政治权利可以不择手段，民众也为他们自身的物质权利、升官权利、发财权利、找二奶的权利，什么权利都可以干，他也可以不择手段，一样的嘛，有样学样嘛。好，我下面讲教会的征战性，我们要反思的受到挑战的是教会的征战性，教会的本质就是征战。现在很多人听，哇，原来有这种事情啊，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啊，打乱了我跟上帝的完全甜蜜的同在，哇，这种事情最好不要让我知道，他就忘记了。教会不是一个让你过来以后完完全全的就是让你的随心随你所愿的地方啊，教会是来让你的罪被对付的地方，所以教会的本质就是征战。这是英国首相、改革宗神学家 Abraham Kuyper 他说的，就是吕牧师推荐我们叫的《荣耀的教会》的这本书里面摘录出来的。教会的本质就是征战，当一个教会停止了征战，他就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了。而这一点海外的教会贪图安逸就不太宣传，以致海外现在我们在伯纳比一个很大的西人教会，等到有人在同性恋的问题上要在学校系统管理，那个教会居然不敢发声，他忘记了他目的是征战，
虽然每年一度他的这个圣诞晚会和耶稣啊降生弄得很好，华丽壮观，这是干什么？教会的一切成长、小组活动各方面有条有理，干什么？如果不是耶和华的精兵去了，养兵千日，要用兵一时，需要你站出来为主说话时不能站出来，你在干什么？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每个人在这里要体会到的东西。教会在地上之所以是荣耀的，正因为它是征战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教会的荣耀在于它的征战，所以保罗也是说，他最后一定要说，当守的道守住了，该当跑的路跑了，最后是什么？美好的仗打过了。你打过仗了吗？打仗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付出代价的事情啊，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是需要刚强壮胆的事。你曾经为主刚强壮胆过几回啊？一个真正征战的教会，不能在教会内和教会外都是与世界抗争的。教会的征战性证明，它虽在教会却不属于世界，它虽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这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就喜欢这个教会，哎呀，跟政府打成一片。这政府明明的顺着政府对教会的敌意，就却意逢迎，逢迎按照政府定造的尺寸，教会在他的住在他的鸟笼里面就可以了吗？那你真的是不是为主耶和华做征战？很可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征战绝非血气的。我在华人教会领袖的很高层的会议上，居然可以听到，我们以后不要再提什么精兵了，我们也不要提全副军装了，这种话听起来挺刺激的，不够祥和。居然把上帝的话、圣经上的以弗所书的话都给删掉，说这种话提出来不够祥和。为什么？要响应和谐的伟大号召了，要。这很可怕，居然讲出来大家都诺诺点头，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很可怕。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的危机啊！这个征战，那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所立的恶魔征战。其实政府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但政府不信神就落在撒旦的手上，成为撒旦的工具，这一点没问题。但是那里面政府的人，我们却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希望有一天他知道自己他所做的是什么，这是两回事。我们因为这个不是说血气的，所以每一个守望教会被那个公安，他们尽管态度不很好，我们仍然很好态度。他对我恶言相向，我就不用恶语相加了，这就对了，这就表明基督的生命。但是他要你写悔过书，绝对不写，抵住底线，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要你铿锵有力的拍住台子说我绝不写，但是你也微笑地说这是我不能写的，这就是做基督徒的，你一样的也是征战。这个征战不是不仅是福音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为什么？要记住箴言这句话，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什么意思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义了，碰到公义的事你不敢说话，这国家就堕落了。这个国家罪恶遍地，就是你人民的羞辱啊！人民包括谁啊？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在内啊！我们在里面做盐做光了吗？当我们把我们的光收回的时候，就是一片黑暗；当我们把那盐显不出来的话，就是完全腐败。盐能够防腐，光能够驱暗，我们能够做到了吗？我们下面看，我下面一句话要说：教会不能在民众所受的不公不义的专制的苦难中缺席，很重要。专制的苦难，现在教会担负的专制的苦难就一个，不容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按照我们心灵常说，这是这个苦难。教会聚焦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为政治上的不公平，我们不为经济上的不那个，我们先不说，我们只是为了一个，我们要有按照心灵去敬拜上帝的权利，有教会存在的权利。但是我们征战的是这个，这是我们的福音，但是基本征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当这个国家的同胞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能在同胞的苦难面前屈膝啊，你不在啊。民众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因为你听说哦，这个受苦是什么大地震，那没关系啊，我们赶快去支援他，因为使你受苦的对象是大自然啊，这没关系，大自然我不怕啊，今天我去他不会找我算账，对不对？可是一听夺取你权利的，把你拆迁了，把你什么真的了，那是政府，
我这事情最好不要找我，因为我教会不牵涉到政治上去，那教会就在世人面前做了最坏的见证。你把你的怯懦用神学包装起来，你还自以为还是属灵啊，是真的是让神知道你是谁。所以六四教会对六四应该发出声音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六四前线，我们今天开始前有一个为六四祷告，感谢主，我们勇敢地站起来。我们要汲取两方面的教训，我在这里提到一个就是反面的，俄国东正教会在沙俄时代，知道东正教是第一个，当年东传教是官方的教会，是沙皇自己大公，俄罗斯大公，哇，一看那个希腊那边的东正教，哇，很美啊，从美学的观点就接受下来了，他也不是从真理观点，就把这个弄过来，就成为他们的正教，然后把它民族化、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面，东正教的历代的这种大主教都是沙皇陛下的高朋，对不对？当时这样子。可是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呢，他管了没有？底下的教士是有管，但是整个教会没管，以致像这种所谓的从托尔斯泰等等的俄罗斯的那些知识分子，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也相信上帝，但是他却不相信教会，因为教会在苦难中没担当。所以我在想，当然苏维埃共产党是很恨教会的，但是他彻底的推翻教皇的教那个沙皇的时候，把教会一锅端的时候，居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这是教会也得到了上帝应有的管教，因为在苦难当中你也没有成为那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正面教训，当年英国教会的威斯利的福音大复兴啊 John Wesley 大家知道，他当时的旅行布道是让英国的教会大复兴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拯救了英国免于法国大革命时的祸害。你不要以为我这句话是从教会历史书上拿来的，我是从这句话，我最印象深的，我还不是基督徒了，是从西方的标准的政治教历史教科书上出来的一个维斯里在讲道的题目。因为法国时候的那种大祸那个革命就传到英国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很多英国的贵族都知道怎么样来开办慈善事业啊，建立孤儿院啊，帮助什么啊，那些贵妇人都去啊，南丁格尔啊都去做护士啊，一大堆基督徒都能够放下高贵的身段下去，这个就是使这个所谓的当时的阶级矛盾大大缓和，避免了法国式大祸害。这就是英国教会在对这个英国本身的历史上面所做的贡献。洛桑会议中国教会代表被主事件所发表的评论，有个基督徒律师张凯弟兄，年轻的律师，维权律师，他怎么说了一段话，我把这段话特别看了很震撼。洛桑会议中来自上百个国家的代表，一共有多少啊？180个国家代表都抵达了，甚至古巴的代表也顺利成行，竟然有一个所谓现在是在中国迫代这个代表，这个有代表的中国代表却有政府原因没有与会，这怎么回事啊？野蛮程度啊，在排在180个国家以外，居然连这个自由放开会的代表都没有，我们自以为我们中国人的地位怎么样？然而需要我们反思，难道这仅仅是政府的原因吗？我们讲，哎呀，这是政府他太大包大了，太不能。张凯他从他的维权的过程当中，他提出，整个故事中，基督徒是否反思过自我的亏欠呢？难道政府的罪恶你没有责任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是单单谴责政府罪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是什么样的政府嘛，这是永远不可那个的。什么样的人民就是你如果说啊专制，这就为什么专制啊？你信服偶像崇拜嘛？你不重视嘛？忽然他想到林肯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缺乏公义、堕落、败坏政府的存在，是因为有愿与他合作、勾结、保持沉默的人民与他同在。你知道 Paul Johnson 就是保尔那个约翰森是世界上顶尖的这个历史学家，他就讲叫 Verge， 他叫什么东西啊？他叫 Courage 勇气 Brave， 他是所有使一切 Virtue 成为 Virtue 的基本保证。你有很多美德很多善良吗？但是没有勇敢一切都成空。很多人有很好的见识，哇，讲起来头头知道，叫他真的敢讲一句话不敢讲，他有见识没有胆色，不敢出来说话，
那就变成讲的话也没用。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这世上的黑暗，谁说与这光的强弱没有关系光乱呢？你真的强大一个地步，政府就被黑暗就被你去掉了，你没有这样做出这个见证嘛。所以他说一个缺乏抗争精神丧失公益诉求的基督徒群体必然会豢养一个没有品格底线缺乏公益的政府的存在。你一直唯唯诺诺趴在政府下面，其实教会永远是有先知的传统，他谴责罪恶，对道德上的一切腐败，从旧约的先知都是到君王面前去谴责的，不管是对信的与不信的，到法老面前也不让步，都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却你稍微动动说你不顺服，把帽子扣上来了，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顺服，该顺服谁。正如约翰和彼得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面，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当然的，这话没分享。所以我在这里面讲，现在中国教会要被好好的在这件事情里面醒悟过来了。为什么中国教会的回应还不够有力呢？为什么有这么多杂音呢？显然在上帝普遍恩典下的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必须包括什么呢？一种责任在包括帮助政府，我们一直向政府是好意的，帮助政府建立在公益廉洁守法的根基上。当政府违法了，你跟他不马上就违法就违法，你抓住他的违法，你就一定要在中华人民的法律范围里面解决，表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尊重法律。因为张凯是维权律师，他最痛心的就是他常常帮助基督徒受逼迫了，苦了，叫了，帮助，等帮助一边，我们不要你了。因为现在好像最近好像政府不来找麻烦了，以前就算了，政府以后就知道了，涉税滋味，随便说再去弄你一下没关系，政府永远不受惩罚，不可以这样子的。让他建立责任心，让政府也知道他做的事有他的后果，否则就是叫从纵容什么罪恶，不抵挡邪恶。第二，基督徒抵挡邪恶和传扬福音或者信仰的行为模式遭到挑战。前面部分我讲的都是理念，神学的信仰的理念，现在讲到行为模式。行为模式什么样造成挑战呢？很多人的行为模式是宁愿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你和看的，你是宁愿人被捆绑，还是不让神的道被捆绑呢？还是做下面一个选择，只要人不被捆绑，神的道如何被绑与我无关都行，你到底是做哪一种人呢？现在有的人为了自己能够在政府面前自由出落传道，跑来跑去不受阻隔，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知道了，政府愿意我传什么我就讲什么，他要我把这部不讲我就同意这部不讲，只要我能够在政府面前得到高的待遇就是了。但过去有个旧金山有个这个华人教会很有名的传道人为了得到政府的待遇，政府说你过去的奖章我审查了，那些部分都要砍掉，你砍吧，你砍到什么地方，只要你帮我出版了，你好好接待我，我都可以。哪有自己这么不尊重自己的奖章呢？上帝的道可以随便砍，只是希望你擅自帮我出版，希望你帮我宣传，希望你到处邀请我讲道，只要我做到这个就是了。所以他自由了，神的道被削减了，被捆绑了，被绑住了，受到残害。很多人这样子，你要到三次去成为高朋被请啊，很容易。我如果马上要摇身一变到三次受欢迎也可以，谴责我的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我过去讲的都不算数，对不对？哇，这可是最大的统战成效了。过去这么样的跟你认真的人，今天都说自己错了，对不对？那是最大的榜样，马上就会再受到三次接待，那很容易的。这种人是统战起来还是价钱还是蛮高的。哎呀，因为是这样，连他都现在都听政府了，你还起劲什么？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只要人不被捆绑，神的道如何被捆绑都行，我见得太多了。所谓那些特别一些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教高层人士很滋润的，你要知道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面，作为传道人不敢走到前面保护羊群不发声的，你要打个 question mark。 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腓立比说，那里主的弟兄多半因我手到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我虽被捆绑，但神的道什么不被捆绑。我被抓了没关系，保罗从来不是讲，哎呀，你讲道的时候稍微收敛一点，人家就不会抓你了，你知道吗？尤其那个时候罗马还搞不清楚，以为你是代表这个什么，代表那个犹太教了，你就不要在隔离的问题上面跟那个犹太教的代表这么认真，这样子他们就把你当成一个，你就很安全了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当然可以很安全。有人说，保罗啊，你的口才很不容易啊，上帝要你多多讲道，你怎么不能讲的时候多策略的，让你多讲几场，总比你讲了两场不讲总好。保罗全部交在神的手上，该怎么讲就怎么讲，神的道。他被抓了以后他不会自怜，哎呀，你看我这么好的讲道者被抓了，神的道肯定受亏损。他反而说什么，因我捆绑就更加放胆传神的道了。他不能说，因为 我被捆绑，所以你们都吸取我的教训啊，以后可策略一点，小心一点，调门降低一点，什么收敛一点，以后你们就不会像我这样遭遇了。这叫什么，以我为主被囚为耻。他不是，他跟提摩太说，你要放胆，你一定要不要以我主为主求，要大胆的传扬福音，刚强壮胆靠主。那他就怕提摩太不够刚强壮胆，老是说神给他的给我们是一个是刚强壮胆谨守的心，不是一样的。他从来不会说吸取教训，不要像我一样，都是更加的放胆传神道，无所要放胆。说保罗他自己为自己受的逼迫要上告凯撒。哦，保罗这么属灵的人跟凯撒搞在一起干嘛？人家这样讲，你受苦就受苦了吗？很多人不知道，不是耶稣在这个那个这个十字架上默默受苦吗？这是两回事。耶稣是表明他是上帝的无罪的羔羊，他就是为主受了苦，他受了苦，他不发声是让我们能够发声，让我们到处传扬他的东西。什么？他不发声，我们也跟着做默默的羔羊？不是的，要放胆。所以圣经是提摩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都是放胆传讲神的道，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放胆传讲神的道。保罗为自己的受的逼迫要上给高撒凯撒，你以为他他只交给凯撒，哦，我交给凯撒就好了，让凯撒给我减刑吧，给我放掉。他知道他靠的是谁啊？靠的是上帝。既然靠上帝，上给凯撒干什么？上帝要放你，你不告也放你，上帝不放你，告了也没用。那你这样想的话，你告他干什么？但是为什么他要告凯撒？上告凯撒就是要把上帝的福音和公义在这世界上传明，同时说明你迫害我基督教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要把这个没有道理向你讲清楚。所以这个是一个护教传统啊，从尤斯丁开始，从那个这个当时的教父时代，都是写他叫教父，他原来就是辩护士，他们都是一批最先进的希腊文化的知识分子，罗马帝国为教会上书凯撒，为教会辩护，他们没有罪，你们这样对他是不公义的，教会是这样种挺起来的，你怎么不上诉，怎么不发声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为守望教会的逼迫发声。王毅长老提到，信徒在这邪恶的世界里要挺身而出，勇敢的坚定的为主发声的重要性。感谢主，我在这次准备的时候，我看了他们很多的文字，我非常感动，与其我再说一遍，还不如把他的话给你们听，啊，就听他怎么说。王一长老说，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逼迫者的怜悯。你以为这你发声啊，不要让逼迫者以为他打你打得对啊，你一定告诉他打得不对啊。说不，耶稣也是的，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也是这样问啊，啊，他比拉多面前讲的是，我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已经这么说了，只是比拉多不问，他真理是什么，他就不问了。他是要说的，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信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咒诅。他们不信，难道我们不信吗？你知道他们这样对迫害基督徒，将来他们的命运很惨的。你为了怜悯他们，你要告诉他们，用脚踢刺是不行的。你这样做是与上帝为敌。你爱他们，你就要说，他们不信，难道我们不信吗？所以我们还是要说。第二，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因宗教逼迫的阻隔而不能更自由更有机会听到福音，参加教会的同胞的怜悯。哎，所以他们守望的意向一定要是建在山上的城，一定要浮出水面，一定要让能够知道真的福音传播的地方，不要让公开的教会全是三字教会，所有的家庭教会都躲在那边。你那你想想，你把那些不信者末道友都送到哪里去啊？
既然你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你要大胆的传扬。将来中国教会都是要走到这一步的。这个权利是靠什么？靠上帝带领我们去得到的。难道你要靠政府以后忽然发怜悯吗？政府可以，但是中国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中国太大。我在现在领受的时候，不会受哪一个政府的全完全的占领和改造，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印度，也不是任何的其他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有西方的占领来改，让基督教会得到自由，包括伊拉克也可以啊。那阿富汗搞定了以后，在那边也可以啊，慢慢都搞定了，只要民主政权建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教会是在政府的下面软一下长大的，这个教会不会被神所用。真正的荣耀教会，它不是等着别人的恩赐，它是靠着神去取得。真正影响世界的教会就一支，可以告诉大家，从加尔文、热内瓦走到荷兰，走到苏格兰，到英格兰，到美国，是所有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律法宪法都受这个影响定出来的。集大成就是美国宪法，就是刚刚来的，所以只是这样来的。可是偏偏让中国得不到这个便宜，不可能靠美国这国家移植到我们这儿，因为中国太大了，积淀太深厚了，民众太多，包袱太多，偶像太多。所以如果上帝把中国能够从专制苦难人们引出来的任务，是因着基督徒为着他的敬拜自由而带出来，那是中国教会莫大的荣耀。大家弟兄姐妹们有心为此祷告而得到了吗？阿们。一定要为此来被神所用啊！所以守望这件事情可真是一件真正的征战，从来没有过，也让我这么操心过。真的是大家要知道，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是历史上三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向专制发出的一种新的抗争方式，是上帝独独有上帝带来的荣耀和勇气。我们发出的声音就是为着这些，否则人家听不到福音啊。教材都说回去以后啊，还带了一些慕道友去，哎，家庭教会不要他，哦，我们不太熟悉，那我们这些人就蛮好了，把教会变成自己娱乐自己的 entertaining 的工具了，那还了得？成问题了。所以他们不信基督福音，是不在乎他们失去了什么？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王怡长老写得非常深刻，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就看着这批人不知道我们就躲在里面，小小的政府就是要教会，真正的教会没有影响力，把你们分散压到地下。60年前的中国政府曾威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给凯撒。从50年到54年，有41万基督徒，约占当时基督徒的50%，自愿或者被迫在三次爱国宣言签名，一半呐！我这个签名运动是浩大了。我们教会要叫号召一个全民难呐，一个个的哇！可是他政府组织的这些基督徒啊，比教会的牧师号召还踊跃啊，50万啊！这批人上帝都知道，公开背叛主耶稣和他的教会，也被迫退出了公共教会，对吧？所以60年后，现在60年了，主的教会也需要呼召每个基督徒再一次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海外发起签名信的重要性，就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刷中国教会被主的耻辱，教会为接受宗教逼迫的情愿，呼吁护教签名而发声，不是为着有形教会的外在益处，而是为着主基督国度的扩展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祝福。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其实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你喊那些名字敢登出来的教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你要知道不容易，其实对好处一点都没有的，只会有那个。但是为着上帝的缘故，我们要这样做。你要想一想啊，如果说像守望这样事情，国际舆论这样的海外教会居然一片沉寂，连一份声明都没有的，那过得去啊？有人说我就不喜欢这种回应方式，那我说你这种什么回应方式呢？你说一种啊，我们都不听，因为守望教会不要让他们知道孤单呢、啊。我们表达我们是对他那个，那我们怎么表达呢？所以这考验了基督徒有否在主里一同受苦的爱心遭到挑战，这很重要啊！你把守望看成什么了？这就决定你的这个是才真的。前面有的人是被传统教会或者神学捆绑，他还以为他更正确更属灵，你对他没办法。但是我也挑战大家的真的生命的底线，
你到底把它看成什么呢？你要应该怎么表达呢？难道像雅各书说、哦、看到你没吃没穿啊、哦，好好，我为你祷告，什么也不做？有人说守望者，我是为他祷告的，我怎么不知道呢？对吧？我瞧瞧，我心里为他祷告就可以了。守望也不知道你在为他祷告，神知道，神不知道是不是你正在祷告，因为你需要。那个雅各书也不要说了，那是我为你祷告，你去吧，平安，愿主祝你平安，什么代价的事都不要付的，这是伪善呢、啊。那我们下面看，基督又为了主力从受苦的爱心呢，就遭到挑战了。对吧？所以约翰一书有一句话，爱里是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然在原文里面，约翰一书是讲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人跟神的关系，神就是爱，住在神里就是爱，所以叫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有惧怕，一切的重担，一切的保守我们洗净，对吧？不需要做基督徒的是他的儿女，还怕什么呢？但这句话这个意思可以引申过来，爱里是没有惧怕的，这句话对不对啊？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哎呦，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也是有些这个母亲啊，舅子啊，啊，老虎被那个孩子被老虎叼去了，奋不顾身就跟老虎搏斗。哇、哦、他是为了什么突然这么大的勇气啊？你的这勇气从哪里来的？从爱来的，因为是他的爱子被叼去了，自己这条命也不要了，他也愿意上啊，这就是因为爱。所以我在这里，我们说我在本教会为守望的护望祷告，像这样提到，我们今日在此为国内受逼迫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因着我们的良心需在上帝面前负责。我们若是不闻不问不发声为他们祷告，如何表明我们与他们为同为肢体呢？你没有表示怎么知道呢？守望教会一定要让他们在最苦难，他们付出最大的代价，每天被这样子弄，然后他知道海外有一群基督徒发声了，他们就受到温暖了。海外还传了个奇谈怪论，我们一发声他们就更苦了。他说为了不让他们受打击，所以我们都不想。那好了，那政府就觉得关门打狗了，无后顾之忧，反正你们这些人没有人那个照打不误。他为什么打？其实我还得给政府讲一句 credit 的话，打守望这个政府的这个投入比啊和产出比啊，这个是太差了。这个你说他怎么样，他还知道在北京是对着这批白领啊，他还不敢很凶的那个，他知道凶也没用，所以基本的态度还算好啊，把你拉过来不准你啊，基督徒当然不会给他去这样子、哦、动手动脚要扯扯拉拉的，你知道扯也没用，他马上你一扯三四个，对吧？你不扯只要一个拉住一个就去了，这个我都同意，我们这时候尽量配合，对吧？没关系，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只要一放松我就去，但我被你逼迫了，我知道我不是跟你在用交力，他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那个了，在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对吧？但是他们自己维持受到的心灵的压力被他们软禁在家是怎么样呢？那需要我们得到一个这个海外你怕什么呢？你发一个声嘛，过去为六十发声好像很敏感，但为教会的肢体发声应该讲是这个是大家那个应该是最容易的，最就是 non-political 的事情，为我们自由的打在自己的身体上，你疼不疼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将来如何面对主呢？最重要了，这是马太福音讲到的，他最后来的时候耶稣来了就是看你，我那最小的弟兄他的需要当中，你是不是给他一杯水？耶稣说我那时候你来了，我坐监的时候你来看我了，就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关心，包括是关心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被政治力所迫害的人，因为监狱是政府所设的，所以耶稣说我坐监的时候你来看我，谁在坐监？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下面针对守望不愿发声的理由有如下三种，我是因为听到大家有些这个反应啊，哪三种啊？理由一，国家情感，我不忍说，现在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提升国力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啊，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骄傲，现在你要我祖国啊母亲要对祖国母亲就是子不嫌母丑嘛，那个再怎么样你我不忍说，所以你要我写一个什么那个声明上面签个名，那就等于给我祖在我祖国母亲面说不，我不忍，情感上不忍啊，这是比较红的一片派人说的。还有一个呢，正好一个阶段非常非常的反共啊，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中国，他怎么说？政府太坏了，跟他说没有用，因为他是丧失理性了，根本不是人，
所以这个政府更不讲道理，你跟他讲也是白讲，所以我懒得理他。啊，他是一个是不忍说，一个是说什么？啊，是个不想说，因为他这个真是不想看到他，不想跟他啰嗦。我跟他说还高抬了他了，还把他当作是认为是有道理的，能够听道理的，我才不说呢。因为跟他说，啊，你别以为我这讲讲，很高层的墨者都这样讲。OK， 第三，政府太强大了，我说有什么用啊？我们这种草民，我们的声音人微言轻嘛，对不对？这叫做什么实用主义？那既然我说不上，我就不说了。当然。政府这样逼迫守望教会是不对的，我也很气愤，但我们提的管用吗？不管用，那也就是说了既然白说就不说，不是说了白说还照说啊，就不说好了。针对这种我来回应一下，我就不用别的回应，就用爱来回应吧，因为最后挑战我们的爱的心，一个行为模式和神学理念三方面挑战我们嘛。怎么挑战？如果你设想一下，你是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位父亲吧，你自己的孩子被一群不法之徒强行掳走，孩子向你呼求，就像守望教会他巴不得得到我们多多的声援让他们能挺住，他向你呼求，你会不会上前大声呵斥呢？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啊？好，我们看几种反应。你会说，虽然不法之徒抢了我的孩子，但他们其他方面表现不错，就不要与子计较了吧。你做母亲会这样子吗？这群不法之徒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体育表现很好，什么很好，功课很好，他们我的儿子这就算了算了，你会这样讲吗？因为是你，是不是你的孩子？如果不是的，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如果是的，他哪怕就过去对你再怎么好，他自己表现再怎么亮丽，哇，他都是抢我的那群法务，别看他们还是俊男美女呢，所以我就算了，被他们抢去没关系啊。你会这样说吗？就不要与之计较了吗？你当然不会。下面第二种，或说不法之徒既然要来抢孩子，这是回应第一有主过感情的人，对不对啊？因为他是不与他计较，因为他其他方面很好嘛，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种意思呢，不法之徒既然要来抢孩子，就说明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他们既然不讲道理，所以就不要向他们说什么了。你会这样子吗？对不对？好，第三种，或者说既然不法之徒他们能够抢走孩子，就说明他们厉害，否则他们怎么抢得走啊？他们既然这么强大，那我说了没用，你就不说了吧，就不用说了。三种态度，你都知道，作为一个母亲，爱孩子的母亲，这三种情况都不会发生的。你不管怎么，你要急急忙忙的大声呵斥，你三种这种可能性想都不会想。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就会发展你的观念。所以思考，我们与守望教会是否互为肢体？我们是不是在一个肢体里面？是不是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打在他身上，是不是痛在我心上？是不是基督的舍命的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爱是什么爱呢？其实这三种情况不会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母亲对孩子舍命的爱嘛。自己的孩子都要那个了，我拼了命了，再管这个不法制度这就多强大，我还要上去表达我的诉求，不行，不能这样子，我哪怕以卵击石我也认了，这是爱的力量嘛？他不会算计的，他不会计算的，对吧？也不会说你既然抢了，就说明你丧失理智了。OK， 你抢吧，跟你讲了没用。你会这样子吗？你也不会讲前面一种，哇，你们抢我孩子这一批人，身手都蛮矫健的。哎呦，看看你们这么好的方法，所以就抢了吧，我就不与你计较了，因为我不忍说你们，因为我太爱你们了。所以问题就是，你的爱到底爱你的孩子，还是爱这群人？如果你是爱主的话，和爱政府，这两者一比较就晓得你该怎么说。这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打击，难道你不疼吗？一个在我们当中很有那个一个牧师啊，他马上就要回中国了，他说我回去就要签。哦，他是说你不签了，你要回去以后你不是麻烦了吗？他说如果我能为守望教会签个名而受苦的，莫大的荣耀啊，这我在这受苦上有份啊，能这样想吗？我跟你说，一般很难批准啊。所以这方面，这是基督的爱。这就是我说第四点，围绕守望教会，我们要该怎么样做事。好，最后我们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建立你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兴起我们。主啊，特别在守望事件上面，主啊，让我们的灵命，
让我们的良知，让我们的勇气在你面前受到检验。主啊，我们在这里切切地求你，你大能的手托住守望教会，托住受逼迫的中国的家庭教会。主啊，你要借着守望教会在你里面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不是靠马大，不是靠列大，乃是靠我耶和华神方能得胜。哦，主啊，求你自己在这里大大的建立你的教会吧。我们在这里呼求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主啊，帮助我们吧，特别帮助你，不但是帮助国内的家庭教会，你特别帮助守望教会的同时，你不要忘记我们海外的一群也是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海外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与守望教会在你基督里面心心相连，让我们血肉相连，让我们肢体相连，让我们知道打在他们身上的痛也就打在我们身上的痛，他们所受的苦难也理当是我们的苦难，他们所付的代价也有我们的份。主啊，让我们有一颗从你而来的，在你里面靠着你，与你走你这条受苦的背十字架的道路。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被你兴起，让我们在这新的时代里面，中国的教会的曙光，看见中国民族的完全的能够从专制里面脱手。主啊，都是因着你的荣耀，你的大能的手。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